车站的话，它第一个属于公共交通，就是公共区域。如果说在这边纳凉的话，肯定是影响是不是很好的。之前也有乘客反馈过，就在车站纳凉，这个会影响洛阳地铁的一个形象。所以我们这边，就是也不是说驱赶，就是说提醒一下。但是因为这个也是属于个人的一个事情，我们也不能强制性要求别人不能在这个地方。